住宅周报，这是最快的度假的权威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i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到了四季如画的桃园后花园，也就是位于桃园龙潭的石门。石门水库呢，它是台湾的主要水库之一，它具有储水、防洪、观光等功能。那它最为人所知的地方呢，就是一片美丽的湖光山色啦。在这里，听说坐落着一座拥有得天独厚绿意的开心聚落。跟着我一起去开箱博盛建设的博水苑二吧。石门特区为区域内唯一的都市计划区，中科院与中研院就坐落在附近，加上有高坪商圈、三坑老街以及龙潭市区，让石门特区不只拥有美食美景，更有丰富的生活机能。最重要的是，石门特区距离六福村只要10分钟，根本就是住在游乐园旁边。在周末的时候，会有热闹的小市集，感觉就像走进欧洲的小山城一样，有种祥和而且欢愉的氛围。博水苑二由博盛建设投资新建，营造公司为正信营造，基地面积296坪，地上4层，目前现场已经是完工状态喽，一卡皮箱直接可以入住。来到食品屋，打开门就可以发现这客厅真心的够大，5米5的大深度，加上超过6米的超大面宽。不只有足够温馨的迎宾空间，还能再隔出一间深度达4米、面宽1米8的灵活空间，在这里读书、休憩都相当的适合。走进位于客厅旁的大厨房，超过5米的面宽以及2米2的深度，婆婆妈妈做菜最开心了。2楼是整层的大主卧，超过5米的饭店及大面宽，让主卧不只放得下超过4米的床头柜设计，6米左右的深度，就算是天王级的按摩椅也绰绰有余。转过来，方正明亮的女王级更衣室，不只包办了女主人的时尚配件，更是四季家常的收纳高手。3楼的双套房也是很大，超过4米的面宽，已经比很多大楼主卧都大得多了。深度3米6，么字型格局打造出入自如的生活动线。而另一间的景观房还拥有3米6的无敌窗景，一起床就能跟翠绿与微阳 say hello， 真的是太幸福了吧！最后走上4楼，灵活的大空间，不管是敬天神明厅或者是影音视听室，您对生活的想望在这里通通装得下。打开拉门，以木纹砖铺设的天空露台，圆满您对玩乐日常的更多想象。由于亲密的价格以及开阔的格局，让2022年博水苑在短短的60天内光速完销。除了好成绩之外，更获得了第三方燕屋公司认证的好口碑。博水苑二石门特区开心聚落，邀请您与您的家人一起动心、静心、舒心、真心、开心，加入5星级的享乐日常。我是 Mini， 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